你们就是被安排的呀，不可能跟你们对抗的呀。那个节目就是专门跟导演作对，咄咄逼人，正常了。行，来啊，就算你们答对了。算了，答对。周杰伦不是音乐家吗？你说，周杰伦是音乐家，周杰伦到底是音乐家？我一直都在想，雨倩，习惯就好。我在这个节目也经常受这种辱。知道我能不能看看我？我举手没？范丞丞，周杰，你的眼睛是不是烂了？烂了，烂了。